色彩缤纷的郁金香花海在阳光照映下更显春意盎然，民众纷纷拿起手机相机记录这美丽的时刻。士林官邸郁金香展开幕，不用搭飞机，仿佛置身在荷兰。从杜鹃花的哈，樱花，其实台要让台北市能够变成一个漂亮的城市，可以吸引到观光客，所以我们这个是一系列的活动。这回展览共有20种30000株白、红、紫、黄、粉双色的郁金香，搭配手作荷兰风车、木鞋及郁金香造型物。开幕典礼上，市长柯文哲还特别提笔挥毫，写了个“春”字，邀请大家一起来走春。如果让这个台北市都是一年四季都有花可以看，所以后来我们这个在现在在办这个郁金香的这个郁金香花的展览，从2月13号到2月28号，刚好是跨过这个农历的新年。遇见荷兰郁金香展，展期刚好碰上农历春节，而这几天又会是晴朗好天气，民众不妨利用假期，全家大小一起来士林官邸欣赏郁金香的独特魅力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，刘翔廷采访报道。